们龙氏集团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你爷爷和你爸爸用一辈子的辛劳打造出来的。你做什么了？吃饭。小姨毕竟还小嘛，开店也就是闹着玩的。他还小，他都结婚的人了。哎呀，我倒是啊，不怕他闯祸啊，也就是损失俩钱的事儿。我是担心他自信心要是受挫的话，这要再建立起来可就难了。要不和爸说说，在公司给小姨安排个重要的职位。我看他现在的心思啊，都在静美身上，先看看吧。吃饭。来，吃个素的。啊，
在这儿呢，老婆。你去哪儿了？我一直在店里呢。老婆，老婆，昨天是我不好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就是太想给美容店弄好了，我想做好给你看看。就是你得相信我，你要不相信我，我做这个没什么意义。龙一，对不起啊。老婆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千万别，我都不知道。老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有信心把这个店做好。啊，老婆，能不能别这样了？我哪样了？不要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我。那我为谁啊？